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视组组长周志豪。学校是学习的场所，请做好防疫工作，让咱的囡仔有一个安心的学习环境。请家长注意囡仔的健康，若有发烧或者身体无爽快的时阵，都要赶紧去看医生，并且在厝的休困。也请大家爱共同来配合。第一，维持教室的通风，若有开冷气的时阵，对角的窗仔门爱拍好开，环境嘛爱维持好清气。第二，团体食食的时阵，爱请固定学生来夹菜，嘛爱会记得先洗手、量体温、挂好嘴安。第三，坐交通车无着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阵，嘛一定爱挂好嘴安。学校防疫好好做，安心学习有保障。大家做伙拍拼，共同守护囡仔的健康。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飙股特快车》，我是孙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指数大跌，跌的有点比较多，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哦，多头格局不会因为今天跌几点改变，哦、它是一个趋势。你看，如果你只是看短线，还有今天跌几点，那我告诉各位，你会永远赚不到钱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趋势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。今天大跌，我觉得你应该感到开心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今天大跌，今天跌下来嘞，我都笑出来了。老师啊，你真的没有公德心，那两个大跌你还在笑？我问各位，如果你是想要买股票的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看到今天大跌，你会不会笑出来？会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又有机会了。来，我要再强调一遍，好，我要来这里的客山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，你真的不用害怕。来，我们来看重点，为什么我要买？为什么我笑得出来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指数一涨难跌，哦，不是我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市场上的钱太多了。来，这个标题就是什么？急修追，钱太多，国营存款利率创新低啊！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把钱放在银行吗？哦，那神经病才把钱放在银行，对不对？因为利率太低了啦，急修追啊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好、哦，你没有信心，我给你信心，我带你买，因为只有信心坚定才能够大赚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只看到你眼前只看到今天跌几点？请问你告诉我，这过程当中出现过几次大跌？哦，出现过好几次大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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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我们看近一点就好了。这一波不是跌很惨吗？后面飙得更凶，有没有？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在怕什么？你在怕什么？哦，我没有叫你说一定要买在，一定要去追高，但是跌下来为什么不可以买？哦、老师，我要等他买，我等最低点我才要买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谁知道最低点在哪里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不用去猜最高点，更别想着要买最低点，因为只要方向对，只要有机会，都是好的买点。你只要知道现在叫做多头格局，你只要知道现在叫做资金狂潮，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嘛。大涨你不应该感到很开心、啊、反正你的股票就是在飙嘛。大跌你要感到开心，因为老师修哈嘛吧。今天台股大跌300多点，你的股票还涨停板，不是创历史新高就是涨停板、啊、不好意思呢，老师啊，哎，不是创历史新高的涨停板，而且我买什么你都知道，哎，没一个你不知道哦，有没有？我问各位，封关的时候是不是大跌？我为什么要报股过呢？请留意到今天台北股市大跌，我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哎，纾困案不到一兆变两兆，1.9兆，请问震荡我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哦，我都有讲，我就不赘述了啦、哦、反正一定会过啦。你这么看了、哦、老师今天呢？来，为什么阿雄一直叫你买股票？很简单、哦哦、所有条件都没有改变，到现在都没有改变，所有条件都没有改变、哦、我就不赘述了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？
今年是经济起飞的一年，有那个老师你休哈嘛？现在是资金狂潮，我知道。好，你就算知道资金狂潮，那你为什么不买股票？很奇怪，到现在还有人在放空。好，从去年哦，有没有年初空到现在？哦，你说你放空赚钱，骗笑哎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不做多？我不是说放空不能赚钱啊，放空也可以赚到钱啊，然后赚10%、5%，哈、哦，好厉害！做多随便赚了50%、100%啦。你不能笨到说哦，我去放空赚5%，啊，做多可以赚50%，为什么放空赚5%？要逻辑要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言归正传哈，资金狂潮大家都知道哈，最重要是什么？今年是经济起飞，去年台北股市狂飙是因为谷底翻扬，可是你要知道哦。今年是经济起飞哦，你会看到很多经济数据都是爆炸性喷出哦。有影不？老师，有影不？会怕死人不？去年我跟你讲什么？去年九月、十月、十一、十二月的时候，我讲什么？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那三个月，我讲什么？我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哦，很多信评机构调到3%、3.2%、3.7%，这个叫做爆炸性成长、哦、所以明年爆炸性成长嘛，就今年嘛，然后有没有调到 2.9%、调到 3.28%、调到 3.92%， 明年将爆炸性成长，现在不是哦，不对哦，老师你错了，现在变成 4.64%， 更恐怖。所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请问今年的经济是不是起飞？没错吧，没错吧、哦、那既然你都知道经济起飞，你为什么买股票？很简单，元月营收创元月历史新高， PMI 创编，有没有连你创新高，连七个月扩张，而且它已经创编未来六个月的预测值，已经创编以来的新高，代表未来半年都很好嘛、哦、请问你告诉我，好到吓死人了，我只能跟你强调，你一定爱买股票啊，全球四大经济到现在都还在撒钱呢、啊，金额不断创历史新高，钱多到吓死人，利率趋近于零，怎么可能不喷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原物料都在飙涨，连航运指数都在狂飙？为什么？钱太多，真的钱太多了，多到吓死人，怎么可能不喷？对不对？我再让你看一个东西哦 ，M1BM2 年增率元月在攀峰、哦、你不要小看这17.8%，你不要看 小看这8.8%，它是连续好几个月、哦、老师。连续257个月新高，连续257个月新高，活存破20兆，老师怎么会那么夸张？活存破20兆，哎，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钱都变成活存吗？因为这个啊，利率创新低啊，因为这个啊，利率低到趋近于零啊，现在又创新低了啊。对不对？活存破20兆，一兆买股票，股票飙翻天了，连15个月创历史新高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买股票的原因。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今天是大跌哦，可是你不用害怕哦。今天大跌，我还是要讲哦，我都笑出来了，大家又有机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台北股市动不动就会喷出，总是会有休息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让你上车的机会，你一定要买啊。啊、你问老师没没写，你给我预告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哪一天没预告过？我是不是每一次都预告？上礼拜的安利飙翻天，全市场每个人都在讲安利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说什么？我把安利卖掉，拿去加码军心，我有没有这样讲？有啦哈，很多人哦，有没有觉得安利好飙？哦，我的安利好会飙，有没有？我自以为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预告，你有扫描库我赚翻了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哎、欸，拜托，股票是有买有卖的哦。来，包含我跟你讲的安国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， 连喷七根涨停板75%，有没有？扫描 QR code 右滑，狂飙88%。请问你告诉我，狂飙88%创下波段新高，我说什么？那一天我说什么？前天我说什么？我恭喜啊！我说已经创新高，你不要再追了。就如同过年前我叫你买敦泰爆股过年，好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你都知道啦，这个 V 下你已经看过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好，飙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什么？这一天不是最高点哦，隔天才出现最高点哦。我说什么？又超过半根涨停板了。
你再笨也不会现在去买的。听得懂意思就听得懂了，听得不懂听不懂的说老师你在骂我，我也没办法了哈。股票是要有买有卖的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 赚不赚得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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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75%，有没有？好，为什么今天要开放 QR code？ 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再加开放一次哦，以后我放 QR code 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哦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。如果不是今天跌300多点，我今天真的不想开放啊！我再强调一遍呢、你要买标股的，你赶快扫描，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，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哦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？你扫描 QR code 没有任何损失，而且重点是你可以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。你为什么不扫？对不对？还是要强调一遍，赶快扫哦！你想大赚就赶快扫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么更为简单。好，那重点来了。我们最近买的股票有没有喷出？哦，我都有讲嘛。来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最近有没有喷出？哦，我让你看有没有喷出啦。现在已经195块了，一倍了哎，90几块跟你推荐，现在已经195块了嘞。啊，老师，你跟我预告，你敢有空？麻烦导播，你是啊。我有没有跟你推荐这只股票？跟大英伟有关系的，因为老师，我不敢买大英伟，那我要买什么？就买这一只啊。好啊，为什么要买这一只？超音速飞喷嘛，我现在买这只，我现在买这只军星嘛，我现在买。来，我现在看大英伟哈，这一只叫大英伟，它叫4576，它做电动车加 AI。好，我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？它代号4571。同一挂的，而且他也做电动车加机器人，就是 AI 嘛，电动车加 AI， 而且技术形态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就带你买军星嘛。欢迎召回到现场啊，请问赚不赚得到？大盈伟飙翻天，今天又创破烂新高，老师 K 收这边呐，买军星有没有？老师，安利喷出了怎么办？卖掉再加码军心。哦，你有看过人家这样做的吗？哦，被坦爱 double 赚，一直赚，疯狂的赚。而且我已经预告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，为什么它会飙？同一挂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各位问题，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什么了，随便买。天天都可以买，你把酒客做你去买、哦、你不要说你买不到、哦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、哦、把酒客尽在买，你想要买几张都有啦、欸、这不是几十块二十块股票，这100多块、欸、90几块，来90几块跟你推荐，随便买，你爱怎么买就怎么买，天天都可以买。涨停板，今天差点又涨停板，大家应该都赚到了吧？你说老师啊，我卡巴去啊，我困几半波吼，有没有？我反应迟钝。好，你说天天都可以买，我反应迟钝，我没有买。老师，我反应迟钝，我还是没有买。老师，我反应迟钝，3天后才买。你至少要赚5根涨停板，4根到5根涨停板吧。然后因为后面涨停板，你都赚得到。我、哦、为什么赚得到？我有没有一开始就跟你讲的，比大盈伟更强，超音速飞喷，上面个超音速飞喷，这么猛，我们的军心啊、欸、所有人都买得到的哦，大家的军心哦，大家应该都赚翻了吧。你去想一个东西啦，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什么啦，天天都可以买的啦，我跟你讲的时候多少钱啊？99块，有没有？120块，120块，130块，149块，163块，179块，现在195块，再看一次，来，99块，现在变195块，什么意思？几倍？请问赚不赚得到？
赚不大，赚不赚得大？大家应该都赚翻了吧？哎，你要赚，你要赶快扫了，拜托哎，再强调一遍哦，你真的要大赚的要赶快扫哦，你要买标股的，你赶快扫描哦，你只要有智慧型手机都可以扫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够不够简单？哦，这样子我再强调，不要再说你没赚了。黑伯克林的打击，再强调一遍，黑伯克林，我讲过几百遍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你跟我买金星没大赚的，你跟我买安国没大赚的，你跟我买安利没大赚的，我退出市场。专辑就刚刚我刚刚那讲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刚刚安利尔啦，李文老师，哎，金星我拢知，你买什么我都知道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我买七利有谁不知道？我一定有讲哦，我一定有讲哦，喷定了哦。来了，老师啊，军心四五开头的啦，大盈维也四五开头啦，有人大盈维赚到钱哦，我有没有拽个258万？哦，我不一定要跟你讲说我大盈维赚多少钱啊，军心快一倍了啦，军心几乎一倍了啦，我也不用跟你讲军心我赚多少钱啦，买纪律啦，这你都知嘛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这边都知嘛。好，为什么会飙我就不解释咯，我就不解释咯，我就不解释咯。好，来，有没有飙？有啦齁，恭喜大家又开始喷了，齁，又开始大赚了，我真的没办法，老师欸，长得大鸡当然嘛喷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有没有喷出？今天台北股市大跌300多点，有没有喷出？开盘几乎亮灯涨停板啊，欸，拜托欸，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讯息我赚多少钱欸，你都赚到了，可是问题是现在你会去买军心吗？你不敢买嘛，怎么办？我买七利一样大赚啊，我买七利一样大赚啊，我管你今天跌几点，你今天跌几点他都要飙，为什么？要喷就是要喷啊，你不用猜啦，有没有？放量最后会喷出，再放量一次最后会怎么样？好，我就不解释了啦，反正你就一定赚得到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我有没有告诉你的隐憾？我连砍都不爱砍嘛啦，欸，我连盖都不盖，欸，你说老师大盈维太贵，哦，军心现在也太贵了，已经飙到195块了，那我要买什么？有没有便宜的？我连盖都不盖， 我就直接跟你讲，欸，拜托，欸，拜托，欸，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我之前跟你讲大盈维的时候是说我说什么？我让你看，我说它叫什么？电动车加 AI， 所以它会喷出嘛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我为什么要买军心？跟大盈维一模一样，电动车加机器人，机器人就是 AI 嘛，电动车加 AI， 好，同样的道理，为什么我要带你买隐汉车用加 AI？ 啊，不是赶快吗？而且重点是它最便宜，你就可以买隐汉啊，你可以买隐汉啊，你怎么不去买？昨天涨停板最便宜的也要喷了。好，不重点，不用讲昨天啦，啊，我问各位赚不赚得到啦？老师今天是涨几百点，哦，今天没有涨几百点，今天大跌300多点，哦，涨停板，哦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，你都说你没赚，我每一档都跟你讲你都说没赚，那，哦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再强调一遍，哦，我再讲一遍，哦，你还没赚的你赶快扫描好不好？哦，我一定要跟你讲说我金星赚多少钱吗？没必要嘛，对不对？之前你说大盈维你没赚到，你敦泰你没大赚，安国你没赚到，我叫你买军心，哦，有没有？我安利卖掉再加码军心，哦，起码汤它变贵啊，对不对？好， 你说军你现然后你现在跟我讲说你军心没赚，没关系，买隐汉，买气力啊，不然就买隐汉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请问赚不赚得到？你一定赚得到，哦，你不要再说你没赚了，哦，它是最便宜的，你再没赚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也买不到，你也买不到，你也买不到啊，买怎么赶来买这支股票，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它叫做终极闪电黑马，这次你一定要多少赚，未来会喷翻天的超级大黑马，它叫做终极闪电黑马，只要扫描 QR Code， 只要扫描 QR Code， 隆重免钱，你只要用手机扫描，再强调一遍哦，你没任何损失哦。可是你看怎么样？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，你再没赚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要买标股的赶快扫描，
你现在就可以扫了。这一次你一定要大赚，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终极闪电 A 码，还没大赚的赶快扫描 QR Code 进广告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这是特地为你。别怕。火没关。放心，为了瓦斯安全，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架。因为你准备的。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。我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换表真好，安全没烦恼。特快车，欢迎到我要现场哦！不用担心今天跌哦，今天你应该感到会开心。来，好啊，来这里的客山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你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呢？你直接扫描 QR Code， 这样好不好？只要有智慧型手机，都可以自己去扫，你连电话都不用打了，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你就扫的有啊嘛，就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告诉我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扫描 QR Code， 你会少一块肉吗？不会嘛，你没有任何损失嘛，但是可以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扫描加入，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，拢免钱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哦，为什么？你要买标股，你要赶快扫，就像扫描 QR code 75%，扫描 QR code 88%，有没有？啊，老师，还够进股？我叫你买右滑的时候在哪里？我请你扫描 QR Code 的时候在哪里？后面88%。我请你扫描 QR Code 的时候，安国在哪里？后面75%，七根涨停板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进国还提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包含我跟你讲的敦泰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这里我有没有讲？大敦泰大盈伟，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讲？还没喷出的时候，还没喷的时候，不是现在喷出了？哎呦，老师大盈伟好厉害！哎呦，老师敦泰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你去买买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都喷出了。军心有没有、哦、你不一定要去追大盈伟，你可以买军心嘛。你啊，你赚很多了，哎呦，赚了就摊了就送，哎，你可以卖掉买军，再加买军心嘛。我就是这样做的、哦、我的会员就是安也大赚，安股也大赚，军心也大赚哦，连七只从90几块飙到现在，现在多少钱？那不太寒吗？跟你说的时候90几块，来，好，我还跟你来90几块，然后我还告诉你，我还告诉你随便买，天天都可以买，然后一杯、哦、应该没有人没大赚吧。 我不相信有人没大赚的，看连看节目都大赚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敢买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老师啊，嘿，起太多啊，大盈伟起这么多、哦、有没有？然后你又跟我讲军心，军心又起这么多，好、哦、啊，不然你扫描 QR code 嘛，再不然
你说他们太贵了啦，好，我给你一个便宜的，一样做车用，一样做 AI， 有没有？为什么会飙？为什么会飙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的时候，军心是不是长这样？对，军心是不是长这样子？好，啊，你再看哦，你再看哦，长这样子，一模一样，连做的东西都一模一样。好来，所以，哦，为什么连盖都不盖？直接跟你讲，你卖公公你不会谈啊，涨停板。今天再度涨停板，你现在也买不到了，老师啊，我今天去这里追啦，隐汉今天又涨停板了，买不到怎么办？那你赶快来买这支股票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只要扫描 QR Code， 终极闪电杯码就是你的，未来会喷翻天的超级大黑马，它叫做终极闪电黑马，未来的明日之星。他喷定了，你还没大赚呢，你赶快扫，你想要买标股的你赶快扫，你现在就可以扫了，你这一次一定要大赚，一定要大赚、哦、不要，你不要再说老师安利也大赚，安国也大赚，有没有？军心也大赚，大家都大赚，现在我要买哪一档？买这一档喷定了，赶快扫，这一次一定爱谈，还没大赚的赶快扫描 QR Code， 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全民反毒总动员，安居乐业新家园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